原来这些年来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数十架的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直到今天什么都找不到。对，我们讲马航失踪到现在两年三个月了嘛，全球瞩目啊，迷雾重重，不晓得这架飞机到底 到哪里去了。那我们以为说好像只有这件事件比较特别啊，还有别的。其实在航空史上啊，在世界航空史上，不只是马航这个在靠近非洲这个地方啊，是有人讲在马达加斯加，对，马达加斯加这边可能有发现残骸，是不是还不知道？但其实世界各地航空史产生空难的地方啊，很诡异啊。世界各地都有，到处都有，不止我们讲的神秘百慕达，其实各地都有，而且各种年代都有，而且真的失踪就找不到了。对，我们要看这个图片了、啊。这个图片第一张，你看那个1956年那个最有名的，1956年那个叫所谓同恩城喷气号失踪事件。